真正有做緊嗰個藝術，你先係真正有一個deep咁live。我覺得其他人中意嗰啲實在太多，唔關自己事。諗下你嗰份做咩？你諗自己應該諗爆到㗎啦，諗埋你嗰份。 當你可以好真實去做自己嗰陣時，你自然就可以揾到你嘅工作。